大家好，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 Windows 8的系统加速登录档优化。 Windows 8的网络加速登录档优化会在下一篇跟大家介绍。如果你看过上一篇 Windows 8的关机加速登录档优化作业，那你可以略过下面的影音教学，因为下面的影音教学都是重复的。本篇教学的登录档数值均采用微软官方文件制作，大家可以安心使用，但是依我操作数不清的电脑经验，还是有一些使用限制，请注意本工作室不对提供的登录档所造成的伤害做任何形式的赔偿。所以你想要使用本工作室所提供的登录档进行优化，请确定你有足够的电脑知识，了解你的电脑在使用。一、电脑有特殊的专业软体，有些专业软体需要修改登录档才能执行，所以不建议再用我的登录档做优化，以免修改到那些软体的登录档。二、电脑中毒，有些病毒会锁登录档，有时候会造成冲突。三、电脑磁碟空间不足，电脑执行速度明显变慢，这是系统已经开始错乱，有过多的垃圾资讯，不建议再执行优化。因为这个时候进行优化，对 Windows 而言不是进行优化，而是增加垃圾资讯。另外，如果你的电脑是用 SSD 的固态硬碟，也可以略过这一篇教学，因为 SSD 的固态硬碟速度够快，也许你会感觉不出差异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优化 Windows， 也可以试试看。首先到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下载登录档，下载完之后用滑鼠左键点选两下登录档，选择4，选择4，选择确定。等一下重新开机之后， Windows 就会套用这个登录档的数值作业，这样 Windows 就优化成功了。如果你觉得登录档优化之后跑得你不满意，可以用复原登录档恢复你原来的设定。复原登录档的网址一样在说明栏位里面，操作步骤和优化登录档一样，这边不再重复说明，谢谢。